九美人也做了一些糕点，味道不错，想必母后一定会喜欢。本宫以为九美人只擅长武艺，没想到厨艺也如此精湛吗？这倒是让本宫刮目相看。母后有所不知啊，这糕点是九美人家乡的特产。太后，不如我们让他们把这无忧糕呈上，边吃边听九美人同我们讲一讲。 如何？好啊，那就呈上来吧。尝无忧糕。瞧着脉象。 应该不错。嗯，禀王君，太后，王君所食之物，按惯例应由老奴代尝。这无忧糕本王又不是第一次尝了，无妨。来，王君安全起见，还是让老奴代尝这第一口吧。好，就依你，你可别忍不住偷给本王吃了啊！哎。 上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太医，太医何在？臣在。 来瞧瞧，启禀王君，太后，大内官乃中毒而亡，此毒意为无羽玉之毒，是一种罕见的烈性毒药，臣还需要仔细验证。莫非？ 是这无忧糕，快验一下。是。这有毒，这怎么会这样？如何？这无忧糕确实有毒。不可能，无忧糕里边不可能有毒。启禀王君。 整个后宫只有九美人会做这无忧糕，为了王君的安危，臣斗胆恳请王君将九美人收押大牢，严加审问。我没有往无忧糕里下毒，我当时做完无忧糕，就送去御膳房了。这无忧糕和九美人一样，来历不明，值得怀疑。臣一直怀疑，九美人借故潜伏在王君身侧，伺机行刺。你不要血口喷人。 那你可敢说出你家乡在何处？这无忧糕又是何人教于你？王君，如此来历不明之人，断不可留在身边呀！我没有下毒，王君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人儿，毒杀君王自是体大，必须严加审问。众人之中，九美人嫌疑最大。虽然九美人是王君的宠妃，亦不可姑息。 若他是无辜的，自会还他一个清白。母后，人儿，叶青提，臣在。
将九美人一干涉事人等押回刑部大牢，以待查问。是。当真不是你做的？不是，殿下跟奴婢说了之后，奴婢当真没有再踏进御膳房半步。九美人若是有意要加害王军，一早便是机会，更不必当日在战场上出手救了王军。此事依微臣所见，真凶另有其人啊！我当然知道，可大内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施用无忧高吼，暴毙而亡，没有证据，小九就脱不了干系。九美人虽有嫌疑，但那御膳房的厨子和宫宴上的内侍宫婢，莫非就没嫌疑了吗？眼下的症结不在于是谁下了毒，而是太后和应王都认定了他就是凶手。我们对小九的身份家世一无所知，他又迟迟不肯跟我禀明他家中的情况，本王就是想为他辩护几句，都不知从何说起。王君，九美人虽来历不明，但以臣的了解，他绝无害人之心呢。你认为他是清白的？不过在这件事上确有疑点，一切还有待彻查。好，本王就给你时间彻查。叶清庭，臣在。无忧高投毒案，本王给你七天时间全权查办，记住，本王让你查办就是要还他一个清白，本王要的是证据，你务必给本王查清楚了。臣遵旨。